今ここは熱海町です。推荐大家没有必要浪费钱进去乐海城，因为乐海城是为了观光而建立的，并没有任何将军或武士住过。那如果对历史城堡有兴趣的朋友，推荐他去神奈川县的小田园市的小田园城。丰臣秀吉在攻打小田园城的时候留下了很多历史的足迹，所以我很推荐大家前往。虽然说没有必要进去乐海城，但是乐海城前面的一片美景，它可以整个看到乐海市，所以我很推荐大家没有必要进去，但是可以来前面这边看一下海跟乐海市的美景哦。第二个推荐大家来的时候呢，是三月底四月初的时候来看樱花。桜木の下アイス食べます。なんで私緑なの、有机会来的朋友记得来乐海城前面看美景哦。那我们下次见，下次见。ここは夜の夜景もすっごく綺麗ですよ。あと花火大会の時ここおすすめです。見て、花火大会は海の方打ち上げて、だからこの場所は一番いい。